卖给他假豆腐啦。哎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好，早大家好。继续昨个问题哈，台湾第二世界大战建立建书，建立建书，建书，建书，建书的举手，啊，建立的举手。恁吼，恁拢袂堪要哈，小甲你哈了，嗯，建书啦，当时去建立，咱当时建立。当然嘛，建书啊，建书哪有光复节？打败仗怎么会有光复节？全世界敢若有一个人叫做战败的战胜国，你奇怪，战败还佫有战胜？那什么人？中国啦！中国去用拍到成都去啊，佫差一丝丝仔就消灭去啊！哎，啊伊美国迄两粒原子弹救着伊啊！啊、所以很不见效啊，蒋介石好，臭屁甲讲伊建尔，伊建书啦。啊，建书呢？啊，怎么建尔？台湾人吼嘛是真害啦。拄啊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时阵，真济台湾的学生囡啊，学生囡啊较笨啦，哭甲呢，初中、高中迄种同款。即摆还佫有一寡迄个高中的。学生去当高中吼，伊甲我讲，以前迄个做国泰病院的迄个做副董事长，叫做陈凯模医师，伊就是迄个阿扁啊的御医迄个啦。伊讲吼，迄当阮读高中的时阵吼，啊知影建书的时阵吼，但是靠家呢。迄当因读高中的时阵，最后的时阵吼，因拢拍算讲吼，美军若定量吼。要甲美国人拼一下，迄当个教育啦吼，那是建树。啊，建树以后，雄雄过过吼一两礼拜，中国派飞机吼，日本时代迄当伊从来毋捌拍过台湾，放迄个传单呐，甲咱讲吼，亲爱的台湾同胞们，你们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奇怪的马关条约已经将台湾甲澎湖永久挂乎日本天皇。啊，你战争以后，你讲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啊，千万免他回。要回也不是不可以，可以。爱签啥条约？啊，条约如果有签的话，可以。问题是，他拄仔咱昨甲各位讲的，初级班上个重要要读的啥？占领未使移转主权。哦，这个是国际法给规定死啊，所以这个土地是日本人的，日本天皇的。你即马要阁幸福中国，完全不可能。哎，你有欢喜无？有啊，啊欢喜啊呐！哎，很奇怪呢，恁吼，反应拢慢半拍，足奇怪。要幸福中国无可能，啊，所以你会记哩。上届子是想中国来打台湾。但是中国人敢打台湾，迄就变成啥侵略？啊，所以你来看吼，一般上中国拢照迄个国际法咯。1966年的时阵，中国有用猎飞弹向台湾拍，你记得无？啊，美国派两架航空母舰“独立号”跟什么，这里啊做伫前后哇过掉的哇。啊，你前面刚讲一句话讲啊。啊，我有18班的武，迄个对付的手册啦，啊，拍的是空包弹啦，有无？因为中国要拍飞弹，以前先甲美国讲，我先甲你讲哦，我是较拍空包弹哦，伊若实弹的时阵吼，这有侵略的嫌疑啊，所以一定爱拍空包弹，甲美国讲，因为伊嘛足惊美国毙命。啊！你飞弹、飞弹甲拍咧，啊！美国想讲，你真正拍飞弹，换美国全先用迄个飞弹甲反制，啊！无代无志去哦，美国扒一个，我看会消灭去呢。所以伊先甲美国讲，啊！美国先甲李登辉讲，不要紧啦，伊拍空包弹。但是迄个时阵，台湾人是惊甲要死呢。
啊，你若其实你若读这个国际法吼，你袂惊啦，你就惊讲迄边绝对袂用这个做真真正正的武器来对付台湾。伊即马中国，伊无法度管台湾，但是伊有一点伊做会到，就是要互你台湾惊吓。即马要互台湾上惊是啥物代志？恁感觉呢？你上惊是惊中国啥物物件？航空母舰，对吧？你会烦恼航空母舰无？航空母舰吼，若出来外口坐，一年唔当会使唔免入去因个港口，伫外口坐一年。但是回去维修的时阵，要休偌久？要休半年。航空母舰，所以一个国家伊若有航空母舰吼。要编成航空母舰的这个舰队的时阵，要有三只才能够成军呐、啊。你听我意思啊？因为一只出来坐一年，啊，回去要休半年，所以都要三只，才有成为一个航空母舰的这个舰队。啊，那一只，讲实在，迄拢无效啦，迄干那干你吓惊的。啊，更何况。中国那架航空母舰多少买？你怎么知道？跟乌克兰买。啊，乌克兰，伊买伊，乌克兰是这个苏联哈解体以后啊，伊干嘛讲？哎，这航空母舰无效啊！啊，但航空母舰无效，伊要买出来，啊，国际上有规定啊，这个航空母舰哦，诶 ，engine 啊，爱拆掉。啊，一个迄个炮台装备拢总爱拆掉，啊，伊拢甲拆掉，伊引擎用迄个炸药甲炸掉，啊，做一个没有动力的航空母舰，啊，伊想讲吼，啊，互世界标，啊，要创啥？互人做海上旅馆，你像香港啦，香港人吼去甲标啦，啊，照道理来讲，标着应该摕来即个香港还比摕对吼拆。做迄个做报废的船，啊，标偌济2000万。啊，真正航空母舰是美国的航空母舰，一只航空母舰做偌济钱，你知无？79亿美金啊！一只航空母舰79亿美金，中国一只2000万呢。啊，你想迄2000万呢有效无？你想看嘛？你想就好啦，有效无？绝对无效嘛！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伊迄只为这个乌克兰要拖登去中国哦，拖年半。第一要过迄个啊做运河的时阵啊，那就甲吊啊。啊，你这船身太大了，不可以啦。所以中国为着要将迄只乌克兰航空母舰拖登去中国吼、哦，用了1年半的时间，啊，所开的钱啊超过2000万。啊！即马拖上以后，你知影这个船吼？我唔知道你有迄个做船的常识无？船一般是安怎做？你敢知？船吼，可以一只船，一般是切做两半，啊，切做两半。啊！即马一半吼，做了引擎啊，引擎都要先倒，倒好啊，一半才个接起来。船是一定爱安尼啦，迄引擎太大了。啊！你想，这个也做中国迄只引擎，迄只航空母舰无引擎嘛？啊，所以迄只航空母舰，中国伫大连啊，国家制造的时阵吼，伊无多装现代化的引擎，伊即马装的引擎，什么型？你知道？来，迄、那个、那个、迄、那个，嘿，叫啥？迄、那个瓦格，迄名即马，什么是叫辽宁号啦？啊、哦，对。哎，这边什么号？瓦良格哦，刚才是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什么？有个两公啊，什么一句话说出来，叫加鸡啦吼。啊，你看吼、哦，这架航空母舰，你捌看航空母舰冒黑烟无？这就你跟你讲吼、哦，我伫家啦，你若要甲我拍，就你来。所以。你想看嘛？这种的是要哪建呐？这架是伊个全全
但是吼，中国嘛真巧，中国人拢会晓当作中国人拢碰风啦。所以，但是伊经过油菜以后吼，吼，这只足水个呢。来，你看麦啊，你啊看油菜以后，安尼菜价有够水个，别叫你叫是讲这新个呢。其实伊比这只航空母舰吼，一个真大个缺点。你知影迄个啊做甲板吼会烂对不对？伊无多换。伊中国个钢铁啊。没有办法制造出航空母舰可以使用的钢铁。啊，过来，全世界即马有十一个国家有航空母舰，干那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顶悬无飞机，对一个中国。这顶悬哦，好干净哦，没有飞机。啊，航空母舰上盖重个要创啥？就是要载飞机。伊个国家，甲载去较远个所在，啊飞起来去共侵略嘛，对不对？安内无飞机，啊顶日咱有写讲哦，伊有两只迄个 F-15甲，毋是 F-15啦，迄个叫做米格15甲米格17，迄个飞机员啊，伫试降个时阵哦，落落去，伊啥内无即个飞机伫顶面，你敢知影原因？你知影飞机速度足紧的，对不对？要停的时阵啊，美国的飞机、美国航空母舰一定有一个叫做拦截绳，有一个锁啊。你唔能看那是锁啊，那不是锁啊，那是用很特殊的钢材来做的。降落的时阵，飞机一定要较慢的，可以袂冲出去海内底。中国无这个设备。啊，所以现准是十一个国家有这个啊，做锁啊，哈，这个拦截绳啊，无人要卖伊啦，连技术都不愿意提供给他，所以到今日为止，伊几啊年啊，顶管无飞机，啊，那无飞机，这只就是海上旅馆啦，啊，你会惊无？你要惊啥？啊，但是吼，干那中华民国的报纸改俄罗斯。哦，中国武力很强，哇靠嘞！你知道日本大日本帝国的航空母舰有几只？以前啦吼，以前咱迄叫做咱，咱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航空母舰咱有几只？你知无？29只。所以你个想讲，中国的武力和以前咱大日本帝国的时阵相差看偌远都好。日本人迄当有29架的航空母舰呢，中国敢那一只尔，啊一只就差不多。所以中国的武力，你甲想看卖啊，相差甲日本也好，甲美国差几年，你用安尼算就知影嘛。建造到即马68年、69年，要70年嘛。到即马为止，伊航空母舰一只，所以我讲伊上少，含日本请差50年。啊，相差50年，甲美国相差偌济，上少100年，所以你会惊中国啊？绝对唔免惊。伫法律上，伊无啊多甲你提；伫这个军事上，伊无能力。但是咱台湾因为是中华民国第一台湾，伊回头甲尾就是一直甲你吓，一直甲你吓。哦，甲你吓甲讲吼，安尼你票无转给我，安尼会引起战争哦。看到规日是引起什么战争？你敢袂感觉一点？马英九伫2-3年前宣布讲吼，不用当兵，有无？有讲这个这句话有啥？啊，后尾啊，伊个国防部部长讲，现在兵员不够，要恢复征兵，有无？有嘛吼？但是马英九出来讲，绝对不恢复征兵，有无？啊，你想讲，马英九袂歹呢？不恢复征兵，无叫咱台湾人免做兵，其实。台湾人免做兵，不是马英九的功劳，是谁的功劳？哦，恁实在是，啊，搁你美国，比美国搁较大个啦，台湾民政府啦，咱个告美国，甲美国讲，我们绝对不能当兵，我予你占领，咱就做兵。你听我意思无？咱是去予美国占领，啊，你占领者爱来保护咱，咱唔呐讲免做兵，嘛免买武器。嘛免交税，迄个现主席美国
占领的所在，战争，因为战争占领所在还够多，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，啊，甲菲律宾，这些所在是1898年美西战争，西班牙打败，将这四地所在拢割给美国。到今日为止，波多黎各的人唔免做兵，关岛的人唔免做兵，现在独独台湾人爱做兵。所以咱过年时，那个美国总统警告。我免做兵，我免买武器，啊，所以迄个军火商哦，透过关系来甲咱讲呢，啊，你嘛较拜托诶，你也不要讲说台湾不要买武器，我台湾不要买武器，但是你中华民国可以买武器，问题是拢叫到台湾人出钱，咱是防战呢，诶，你我相信你头一摆感觉讲防战呢袂歹呢，对吧？我问你啦。当然，这个防线要看何上啦吼，和美国占领未歹啦，啊，和中国占领你就妥妥啦。中国人甲你占领，甲美国占领，你要啥物人占领？你想讲要美国占领，嘛无简单呢。真的啦，真正无简单呢。美国甲你占领，美国会照国际法来行；和中国甲你占领，伊会照国际法。未上好的就是中华民国占领台湾，伊就无甲你管迄个是国际法啦。1949年12月初3，伊撤退来台湾，为迄当年开始台湾人去做兵。啊，即摆用啥物？用甲你骗的，用教育甲你讲，台湾人是中国人。啊，所以咱以前台湾是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。你想看咩？英国敢会还是美国人敢会讲，我是英国人，也是美国人，会无？人家骗你，啊，你读个。美国人就美国人，台湾人，哎，这个英国人就英国人啊！你怎么会？但是咱这读足自然的呢？咱这读讲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咱读得足自然呢。但是你赶快这句话，甲美国人讲，遐美国人一笑啊！伊讲你怎么可能？甲我讲我是英国人，啊嘛是美国人，还是讲我是美国人嘛是日本人？我若讲伊就听有啊！啊，但是咱的囡仔。为囡仔细汉囡仔时阵，你读个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。啊，即摆要甲你讲，你中国人吼，伊都爱想办法。课本来甲你讲啥？讲咱的祖先为中国来，有啊？我问你咧，啥物人的祖先为中国来？讲一寡例啦吼，政治界、民进党的这个谢长廷啦，民进党的啥物人贵来的啦？讲去中国寻根，有啊？你有看到报道有啊？哦，去寻根跟我靠干呢？啊，靠干不呀？伊发现讲，我的根不是在这里啊。陈水扁嘛，同款，伊讲伊是福建邵安。啊，即马去迄个陈水扁去邵安，叫人去甲看讲，哎，邵安是一片荒凉啊。啊，伊的祖先为土剥出来，迄是中国要用统战，甲咱讲，咱是为中国来。来讲一寡实际上的证据。马街病院有一个叫林玛丽医师，伊免钱甲人验血，伊即嘛验请3-4万人啊。伊验验的，伊讲台湾人为中国过来的那个血啊，那 DNA 内底啊，不到1%。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话叫做“有长山公，无长山妈”，有无？以前罗汉卡就是迄个独身啊啦吼，为中国走来伫台湾呢，伊拢嘛未娶某来嘛，啊某拢伫底娶啊，伫台湾娶，啊这台湾遮个拢是啥，拢是平埔族，咱拢是平埔族的啦。其实咱是平埔族的后代，啊这个血在验落就足清楚啊嘛，啊卖讲啥，咱的这个面型啊，你这个面型。你甲遐中国个面型啊，你甲比，你将迄个习近平个面型啊，甲摕来比看嘛，有啥物人改善？迄是中国人个面型，我们不是中国人呢。不管伊安怎讲啊，啊，他自伊讲哦，自古以来，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，有啊，有安尼讲有无？来，我互你看证明。过去个台湾个地图是啥物？看你是不是以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？过去，这是以前哈，
清朝迄当一以前，法国人所画的地图啦。伊拢咱咧读册拢无爱，互你看这张啦。这毋是咱画的，法国人画的。奇怪，这敢台湾？你想这敢台湾？是毋是？是毋是台湾？恁感觉是毋是台湾？毋是吼，我嘛看也无像嘞吼。啊，但伊写佛摩萨，啊，正平爱空诶。那中国人甲你讲正平空诶原因是啥？因为以前古早这个部分沉伫海底，落尾才浮出来。我讲这假的啦。我想中国人会甲你骗啦。以前这边的土地是原住民的啦，高山族的啦。所以以前汉人来自台湾，拢是伫正平遮的啦，分成六的屯垦区啦。啊，所以咱就爱问这个习近平讲啊，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啊，迄当然台湾是哪一个台湾？记得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很多的谣言都不攻而破。台湾自古以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所以现在很主席，尤其我们的论述出来以后，中国改变，胡锦涛跟奥巴马开会以后，在差不多四五年前，中国开始对台湾怎么讲，他说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，他再也不敢讲说是神圣不可分割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因为美国有跟中国说，你如果继续说是你的神圣不可分割，有一天当我把台湾交还给日本天皇的时候，你中国里面会内乱。因为中国都用民族主义啊，民族主义就是说他土地都不爱给人啊，啊不然其实不是嘛，因为一定要走国际法的路嘛，啊，所以这是以前的台湾。啊，来，他说我说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跟菲律宾挂给美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知道古巴从头到尾才三年，1902年他就独立了。但是他要独立的以前，美国也很坏，美国那时候一直效仿古巴，但是因为国际法有一条说到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所以他不能将古巴都拿。你如果说你的国家有规定说你不能增加新的领土，啊，你很想要这个土地，你要怎么？我问你，你吼，你很想要一栋厝啦，一栋大楼啦，要来做生意啦，啊，你没钱好买啦，哎，对，用租的，对不对？巧啊，美国因为他在本世纪的初期，他的参议院有通过说，美国本身没买过再增加51州，只有50州而已，他不会再增加土地，啊，所以美国对这个古巴效仿以后，他要怎么做？关塔纳摩湾他就用租的，啊，租多久你知道吗？99年加99年，啊，又说哦，99年加99年以后可以继续承租，啊，做一次租金都给那个卡斯楚，啊，卡斯楚当然也不肯啊，但美国比较强啊，他整个古巴来交给这个美国的时候，他说我要给你独立，我的条件就是我要给你做这个关塔纳摩湾，啊，所以不得已，啊，现在美国全阿爸全将租金一半付给那个国际银行，啊，才租到现在，那是因为战争的关系，他租到关塔纳摩湾。美国还有两个地方也是因为战争租到的，啊，还有一个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？日本。日本的地方在哪里？普天间基地。普天间基地租用了多少？99年加99年。啊，这第二个，啊，第三个在哪？台湾。台湾的对，内湖的对，一个基地。咱现在说那是
AIT 的基地，在金湖路100号，做多久？99年，搁再99年，时间到搁再延。我跟你讲，这三个组已经是美国的啦。后迄个99年，搁再99年，迄是啥物款的作用？对不对？迄啥物款的作用？你敢捌看过？恁家哪有厝要租人？敢有可能共租99年，搁再99年？绝对无可能嘛！但是这就是啦，美国人伫算国际法，伊没有违反国际法，我跟你租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敢想讲，美国会当租金湖路100号，99年，搁再99年，美国会离开台湾无？未离开啊！美国未离开以外，伊迄个20000平的AIT， 你知影伊起迄个 AIT 用偌济钱？89亿。全世界的大赛馆的，若讲算大赛馆吼，诶，迄个建价第一名是阿拉伯。啊，毋着永远拢袂所谓的断交。所以你甲想讲，伊即个99年，搁再99年，就已经会当体会讲。台湾跟美国这个关系绝非寻常。问题是台湾人足戆的，不要用战争法来跟美国计较。你刚才都在想讲要独立，啊，美国讲独立代表战争。来，我来讲这个例给你听。波多黎各，1899年开始，美国就是摕到迄个波多黎各啊。你讲占领，可别讲啦吼，你讲占领。占领国爱维护迄个你共占领土地的啥经济各方面拢爱共经维护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也甲保护嘛，对不对？美国即马平均一年差不多爱500亿的美金给波多黎各。啊，1899年一直到即马已经100多年呢，差不多伫20-30年前，美国挡袂牢了。美国甲波多黎讲，你嘛较差不多嘞。啊！你唔是讲恁将爱独立的吗？我予恁独立嘛。啊，要独立要安那？公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波多黎各的政治界吼，政治人物拢头脑真好。有好啊，我们来公投啊。波多黎各要不要独立？敢那亲像迄个苏格兰甲英格兰最近唔是讲公投有啊？老百姓不爱独立嘛，波多黎各嘛同款呢，差不多20年前就写讲吼，我们要不要独立 ？Yes or no？ 伊遐政治人物吼，甲因的老百姓讲，我先甲恁讲哦，那独立以后吼，查甫拢爱做兵，拢爱缴税，拢爱买武器，啊，讲安尼百姓听软呢，你袂无？你要独立无？当然嘛不爱。所以一个公投，无人要独立，啊，无变来独立变啊，美国继续饲啊，对吧？啊，饲偌久？4年以后，搁再一摆公投，嘛未过。啊，即摆美国搁甲波多黎讲，无你变成51州好啦。美国即摆50州，最后的是夏威夷州嘛，因为你们可以变成51州。啊，波多黎各的政治家较巧。好，公投，啊，现在跟老百姓说，我先跟你说哦，如果变成51州，你们要交联邦税。51州如果成立的时候是美国的一部分，如果美国在买武器，你们也都要承担。波多黎各的人敢有谈得比较坏？所以再动，这样4年里面，要变成美国51州啊？ No！ 还有4年是吧？还有一次就8年。啊，为头前8年，搁8年几年啊？16年啊！美国即摆搁来较巧，伊讲小蛋，你敢算呢吼？你公投甲这个做51州甲独立哦，坑做位。我即摆袂走了嘛，好来，好过来。遐政治人物就看巧，搁甲遐变成讲，我甲你讲哦，建51州，因为伫本世纪的初期，美国的参议院已经有通过，绝对不增加领土。啊，所以因即马公投的结论啊，伊讲要好，我要变做51州。啊，这问题煞给美国去。
啊，即嘛美国的参议院提这个，讲要变成51州未通过，是安怎？因为老早因有通过，讲不增加51州嘛。啊，所以一直到即嘛几十年啊，美国对伊也无多，啊，继续一年500亿可以。所以波多黎各的人啊，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嗯，啊，你写就无志气，人别人的幸福美满。咱只叫你水深火热啦，咱一个你投票啦，还佮你交税金啦，你听有无？恁好，刚才来上课，我甲你讲，你真相信爱有头伫头脑内底啦。有一天恁会拄到啦，有一天美国讲好，互你公道，咱来甲算，刚才要算这个算几多米啊？啊嘛幸福美满，美国我都无钱来，美国来钱爱花。你想看卖啊？遐军事基地，中华民国有付钱花了无？无呢，美国，欸、我问你，夏威夷你知无？夏威夷观光圣地对吧？伊的收入第一名是啥物物件？观光呀 ？No， 唔是观光啦，观光的收入才占夏威夷30%尔啦，50%的收入是靠啥？伊遐基地租予美军呐、啊。你讲奇怪，啊，基地租予美军，啊，唔是美国吗？歹势，咱美国人照起工来，50州。你若有基地予政府用，政府照常爱付予你租金。捌去夏威夷野手，捌去夏威夷，哦，两位，你看夏威夷人足快乐个，因为因税金足低，因为税金拢上伫人，是美国政府伫人。啊，你知影美国？哎，这个做夏威夷个原住民吼，政府予伊住厝。一个月租金，咪一年的租金，一元。所以夏威夷人根本就不爱做工课，所以呢，大家拢食到足大块的，啊，每天很高兴的弹着吉他的快乐的过活。这讲实在，那不是假呢。啊，所以因夏威夷有一挂迄个原住民啊，谈个歹，拢要独立啦。啊，向马噶，你独立你要独什么立啦？我们这样每天过着快乐的日子，一年的。房屋税一元钱，啊，政府给补贴，啊，夏威夷边仔的海啊，鱼啊拢无抓呢，所以伊迄个所在，你捌去夏威夷，你若捌去遐，你就知影，伫遐边仔遐的海，若去潜水吼，迄鱼啊伫你边仔游来游去呢，迄资源吼很丰富呢，啊，伊气温是平均温度是22度。22度，你有那个概念吗？像穿这么安尼啦，足凉的，啊，要穿外套嘛，唔免啊，啊，无穿嘛，不要紧。啊，暗时吼，天就给你落雨，给你压开，啊，日时拢未落雨，所以迄夏威夷看起来风景非常棒。咱台湾有迄个权利，啊，嘛有迄个机会，较紧的将中华民国甲赶出就好啊。你搁点点啊，你呐？中华民国要甲赶出要安怎？靠咱的法律。哦，今日上课到这，明仔继续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。下课休息10分钟。